所以底下总结栾师所说，身显极乐菩萨圆觉愿修，这话说得好啊！往生极乐世界，解对于一切法的通达明了，圆的。那他修也是圆修啊，一修一切修，一中有一切，一切中有业啊，那个业就是心愿之名，一切就是诸佛如来世尊所设所修的一切法门，无量无边呐！啊，一地是一切地，一切地是一地，故生彼国者，皆不退转呐！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戒字很重要，对，通通都是不退转的，没有一个退转的。啊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知道，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不思议的功德加持。在极乐世界没有退转的条件，样样都是帮助你提升，没有一样是帮助你后退的。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呢，五欲六尘极大的诱惑，你心稍稍不坚固就堕落了，就退转了啊！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缘，没有这个条件，想退也不会退啊！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都是帮助你提升，这个地方怎么能不去？啊，所以是顿超皆此，语言真不出啊，语言真。正德等觉菩萨的地位，深显弥陀大愿，妙德难思啊，微妙的功德无法想象。坦然法师这一段说得好啊！啊，佛门祖师把他漏掉了，夏莲公、黄念老都希望把他补起来。啊，坦然。二祖啊，道处是三祖啊，善导是四祖啊，啊，应该我们的祖师位要有这两个人啊，不能够缺少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